我们这一队呢，邀请到的就是，好，就是你的王牌中的王牌，来，豹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今天的所有呢，在观看的直播的各位呢，观众朋友呢，应该呢，对于辛亥豹哥呢，在这个影片当中你讲的话，我们大家大概都会背了，所以呢，就请你来致一个感谢词，来。十年漂移，因为有你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就今天我们其实遇到蛮多很强劲的对手，然后今天也是打冠军赛，然后我们对手也是跟我们打到7-5，尤其是第二盘我们差点输掉了，那还好豹豹赢下来，我们也是不知道为什么豹豹会赢啊，所以就是很幸运啊，对啊，对手也很强，那我们更强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我们，恭喜呢两支呢队伍呢坚强的队伍。